昨天君，这个仪式是全新的登录界面啊，还蛮美的。所以今天这节终于昨天君全新的登录界面。哦，哎，我其实也忘了。好了，不管那么多了，赶快把主线解决。其实这些做的蛮可爱风的啦，它是可爱风的手游。当然，相对应的也是女神代言是谁啊？哦，我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得先把主线接。绑算呢、啊？魔法术是什么？哇塞！OK， 先 PK， 送织女，短板是什么？哇，圣诞节，这是，圣诞笔录，我想看圣诞笔录。就跟你们看精灵，先给你看火嘛，这是雷。这是很可爱的，是你们看到火吗？先给你看雷。那衣服的话，它总共有四只。其实有五只哎，哎，学神奇宝贝啊，太可爱了！哎呦，这个是什么？先讲一下，我这边是衣服。哇哦，护符就对了。这边跟你们讲一个重点，背包。我基本上我钱都花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背包还蛮重要的。所以你看，哦，有发现那背包也太便宜了吧？就是我们钻石为什么那么多？我扩充到200，因为其实我超怕。很可惜，我超怕背包爆了。哦，声望提升。